大家看看呢，我们还在用这样的，他在干什么？妈妈在把这个绿豆，这个是绿豆，绿豆给怎么说呢？烤一烤，先烤了以后，这个绿豆，然后他把它的皮会拔掉的。这烤之前这个是绿色的，然后烤完了是有这个颜色的，然后呢是给它的皮拔掉的，皮拔掉了以后可以吃了。那皮拔掉的话呢，那要会用这个东西。做的时候，如果我在录视频呢，在外面做，还要用乱七八的这个木头。我忽然发现妈妈脖子有一个那个钥匙，那我问她这个钥匙是什么用的，她没跟我说，她说这个就是随便的。我说怎么回事，随便的一个放钥匙呢？她说这个就是我的风格，我喜欢这样的，就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这样钥匙放我动了，但是他带了一个钥匙我有点奇怪。然后呢这说出来，这个是他的那个窝的钥匙，他的窝里面肯定他装了好多钱。那天不是我去看那个吗，他在数钱呢，然后呢是肯定是有钱，所以他把他的钥匙放在脖子里。哎呀哎呀，क्या कर रहा आरव? आरव क्या कर रहा है? क्या हूँ? क्या? वो कर रहा है। जाओ खेलो खेलो। ये गा सू सामने दो गा हाइज़, वो मैं ज़े ना ने गा फ़ार, यो बाय बाय शेन द। गिरा लो ने गा फ़ार बु नंग यूं, रान हो दा छू दो सू यो羊，这个时间是学生们他们去学校的，全都是房子，全都是家，以前没有这么多。这边我来的时候都有空空的，你看呢，原来是这些呢，是都很高很高的地方，现在都路高了，然后呢是家都矮了，太矮了，哎。到处都有狗、哦、我这边有个我的朋友，他的家不知道是怎么走呢，好像这样可以走了吧。哎，就是他的呗，往下面还有电线呢。对，好像这个是他的家，是马克样，没人住啊。原来天天我来这边，天天还有他家的这个什么，哎，忘记了，这个水果也经常吃，没人。早上好，早上好。在印度就一般的话呢，是我就很忙，就是到了新的地方肯定会忙的。然后老家也是天天有很多事要干的。我生活里面有两个东西是很闹心的，一般的话呢，什么东西我都不会考虑太多了。但是有一个呢，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所以就是我差一点的那个东西，我需要那个，然后呢是。脑袋里面一直有的就是要做那个，为什么不做博士呢？为什么不做博士呢？是要做博士是最好的，所以就脑袋一直有，就是要做这个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一早我去找那个朋友，我这里有一个好朋友，我可以说我在这个家的时候呢，是我的最好朋友，好几年的好朋友，大概七年的时间呢，是我的最好朋友，是他的一个事儿。他们家呢是原来是非常可以说是高端的一家庭的，那时候呢是大概三十年之前呢是他们家有就是那个汽车，
然后我的那个朋友那时候都会汽车，他说是他高中之前都他会的，然后他的爸爸现在也是说的英文超级超级棒的，他的爸爸也不是就会说那个英文的，他的爸爸还有说会说是超级棒的一个那个俄语啊，因为他在俄罗斯待了好几年，他从俄罗斯学了 MBA，然后就回来这边要做生意的都没成功，后来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去新的里定居了。那上次我回中国之前呢，是他见面我，然后呢是他给我一个计划，就是做这个生意会这样赚钱啊，自己都挺好这个那个的。那时候我自己赚的也还行啊，我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他跟我说，然后我觉得说我也可以帮忙他，所以就我同意了。然后他说我缺钱，你投资，然后呢说投资那时候也不算是太多，但是也不少，我自己也不是有很多钱，他那时候要的是5万块人民币，然后呢是说我们分这边的事是我干的，你就是投钱，然后这样就是我们都已经写合同了，他还有他的爸爸他来讲我，就我们这样干那样干，然后呢是我们开一个公司，他们已经有一个公司，那个公司里面我加入他的那个director， 然后呢就是我们赚什么都明明清楚的都会告诉你啊，你自己也能看得到，这样的我们写了合同，然后我把钱给他了，现金，我给他现金了，然后那时候我不应该给他现金，我应该要给他转账，但是那时候我赚的大部分现金呢，是我手里现金也不少，然后没有时间呢就去银行充钱的，所以就我就给他了现金。过了一年他没告诉我他赚多少钱，我联系他说我们赚了就是2000块，不是刚开始的嘛，那半年是这样了那样了，我说 OK， 那你2000块人民币也转账我的银行呗。他说是没事，就这个是太小了，就大了以后我再给你好。然后又过了一个6个月，又过了1年，但是不什么联系。我联系的时候说我们在赔钱了。我说你赔钱了没事，你哪里花钱了？你为什么赔钱了？你从哪里买了？然后你卖给谁了？他给没给钱了？那这些东西你告诉我清楚，告诉我，你把发票给我看了。然后我也不要你就是嘴巴说了，说我赔了，我这个我不承认，因为我们是公司呀。然后呢是他就没有花，什么都没给我。然后呢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就不接电话，然后呢是他跟我生气了，他说是你经常的打我电话，你不知道我在哪里忙啊，我在忙吗？你别打扰我了，我自己会联系你，别打扰我了。然后我说是我不打扰你了，2年你都没自己联系，你怎么会联系呢？然后就挂了电话，一会儿就不接。然后他不接，因为我跟他家里关系挺好的，我叫他的姐姐是姐姐，妈妈是妈妈，爸爸是爸爸。然后那时候我找了他的爸爸，然后跟他说是这样，因为爸爸也来了，爸爸也知道公司的 director 就是他的爸爸呀。然后他说好，我看看了。然后呢是他怎么样的安排了，然后呢是还给我了25000，然后其他25000他还没还给我。然后现在都不接电话，现在他住的地方，我以前住的地方我知道，但是住的房子也不是固定的，我不知道。2年之前呢，我还有到找了我的一个新德里的警察朋友，告诉他就是下午，但是他也不下午。那所以我去看看呢，是因为这个是他的老家，这个是固定的地方，哪里都跑不了。那我去看他们就是在不在。然后呢是周围的人有没有联系的，有可能电话号码变了，还是生活在不在，还是疫情有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东西要知道了解，但是都没有信息了。脑心，这个东西是超级脑心，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我帮忙他忘记了是一个事儿，但是他是骗我了，这个东西我接受不了。人骗我，为什么你骗我？我对哪里不好啊？如果我对你不好你骗我，我能理解。但是现在就是他不接电话，又什么节日都不打招呼啊，所以就那个事情以后呢，是我都已经就是在人要借钱了，我不给，怎么样的都不借钱。然后借钱呢，就是你给多少你就忘记哪个钱才能给啊，你不能就是有这个钱再回来的，这个就是人不要你了，关系也不好，你借钱然后呢以后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不如我不借钱，然后直接告诉你就对不起，我给不了。现在这个又闹心了，到了新的以后肯定再努力找他，然后呢是看看他能不能给我钱。好，就这样，那就谢谢大家关注我。